来吧。北三。一二三。脱单。什么的呀？你玩过嘎拉哈吗？什么？就是一种用羊骨头做成的那种小玩具，拿起来一个，丢一个，拿一个接一个，丢两个拿一个再接两个，接的越多就越厉害。那你知道山啪叽吗？就是拍卡片，把卡片放在桌上，然后我用我的卡片去扇它，把你的卡片扇翻了，就算我赢。听起来还挺有趣的。你小时候都玩啥呀？我遥控车、四驱车、桌游、乐高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也偶尔会玩，哎呀，哎，不重要了，反正，还有很多创意嘛，有好吃的零食啊，到时候呢，我再叫元宝过来给我们表演节目。你是不是想把我的鞋带绑在你的鞋带上？你800年前玩剩下的，你还在跟我玩呢？起精神来！这样吧，请你们吃好吃的。咋了？有想法啊？哼，我还用说？鹿晗有。啊，我觉得，除了零食、玩具，咱们童年回忆不应该还有动画片吗？咱们可以从这方面想想啊。提起动画片，那最经典的肯定是
喜羊羊沸羊羊红太狼火焰太这破锣嗓子就别唱了你才破锣嗓子行了你行你唱要我说最经典的还得是熊出没冬眠假期刚刚结束我还有你那个才不好看那喜羊羊是最棒的是不是你说哪部经典要我说呀还得是在耳后你这一张口就知道是老二次元了哎你们给评评理是喜羊羊经典还是熊出没经典我站喜羊羊与灰太狼聪明我也是啊名字行了啊喜羊羊里面你们最喜欢谁那肯定是懒羊羊噻懒羊羊多可爱啊我们美羊羊才是门面好吗人家喜羊羊才是 C 位你个熊粉你哎呀呀呀呀呀红太狼和灰太狼你们磕不到吗喜羊羊和灰太狼才好磕喜羊和美羊羊才是官配官方啥时候盖章了呀红太狼和灰太狼官配呀喜羊羊和灰太狼可拆不可捏啊我有点想吃羊肉串了你行了我觉得懒羊羊跟喜羊羊挺配的哎我呸我都被你们给整乱了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算了算了散会哎我跟你说熊出没多优质啊我都没想到你会看熊出没世纪的事情我来弄你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你把这直播卡好你看那个光头强脑壳上一根毛都没有有啥子看的吗哎多儿是你啊我来谢谢你这要去天海报啊啊我们创业社也有活动来我陪你去吧哎张海洋唱歌哎呦你这业务挺繁忙啊嗨我这没事加加群不定啥时候遇到贵人了行忙吧哎走了哥哎啊你这加加群都咱学校的对啊都是咱学校的那你帮我办点事儿价钱好商量
你找这都啥人？要全这样舍得，我一分钱都不再给你啊！哎，哥，这不行，不还有下一个吗？你赶紧给我找去！哎，这不来了吗？哥，这他自己做的。自己做的，想做记得找我玩哦，拜拜。这还挺有意思啊。嫉妒去吧。你好，同学，我是咱学校创业社的，过两天咱有个活动，过来参加一下。行，看看。好嘞，谢谢啊。回来了啊，这就是那箱饮料啊。嗯，虾条跟果冻也到了吧？都到了，在这儿呢。辛苦你了，收了这老些快递。要不尝尝？啊，小时候的味道，这肯定卖爆了。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吧，招商？啊，我拍了老多照片了，给你看看啊。那，这个是铁皮玩具，还有这些是漫画，还有这个，
这个是葛老师推荐给我的。你们那边怎么样？还算顺利，剧本差不多都写完了。我还真有件事得找你。嗯，我们不是在找演员吗？现在女主角还没定，所以我想。不好意思啊，女主角咋的了？没事。鲁师兄说是什么电影社机密，不让我讲。不过这个事情啊，我确实应该谢谢龙娜。虽然说申请场地办活动啊，我是被他给气的。但是这几天虽然累，却觉得很开心。我感觉这比单纯挣钱有意思多了。咋了？要不咱尝尝辣条？啊，这个到时候一定要封起来，别让胡一鸣给看见了，不然全完了。放心放心，这一块做出入口。行，完事儿这个宽钢梁是2.1米，长的话再量一下吧。来，我来。哎，拿好啊。好，小心点。哎，你看那个最后面。哎、到哪儿？这儿。对。多少？5.1米。没事吧？没事吧你？伤哪了？没事儿，就擦了一下，没啥事儿。没事吧，同学？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故意的。你没长眼呐你？不是，你怎么动手啊你？咋的？我，你吵吵啥呀？他们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怎么砸着我。没事儿，你们去玩去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没事吧？伤哪了？要不要去医务室啊？我真没事儿。咋这么笨呢？我看看，这只。好，这可以哈。好，你们好，
我一直对表演很感兴趣，所以看到你们的招募信息就想过来试一下。你不会也准备了啥才艺吧？嗯，大概的剧情是这样的，你呢下午在操场遇见一个男生，然后晚上在图书馆又遇见了他，就是你得有一种有点小惊喜然后有点小意外的那种感觉。没问题。行，我先放一下杯子。欧了，这个我觉得可以试试，我觉得可以。哦，我的老伙计，怎么又是你？谢谢。也算还是有能用的。搞定。左王师兄，吃顿好的，庆祝一下。走走走走，晚到请客啊！不是，你衣服不要了。Thank you.